我们起个念头，这个念头叫业。无论是善业是恶业，这个念头呢，起了之后，在阿赖耶里头就变成种子。种子遇到缘，它就起现行。譬如说我们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念这一句，阿赖耶就一个种子；念两句就两个种子。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无量无边，我们无始劫来生生世世，你说起多少念？那么这个念，现在我们才明白，以前都含糊笼统。这个念头是弥勒菩萨所说的，一秒钟有多少个念头？1600兆。每一个念头在阿赖耶识都形成一个种子，阿赖耶种子无量无边，无尽无数。佛经上有说，如果这个种子要是有形象，要是有个物体的话，它再小再小，像现在这个科学发现的微中子。佛法讲极微色，即微之微。如果它是这样东西的话，我们每个人阿赖耶识的种子，正净虚空都容纳不下。那么阿赖耶种子不是物质现象，再多它没有现象，它真有。遇到缘，它就会起现象。这个地方举的例子，染净，就是迷跟智，迷就是染，智是净，清净，举这两个例子。所以我们念菩萨名号，念佛的名号，这就是佛的种子。将来遇到缘呢，你就能成佛，成菩萨，成佛。那我们起心动念，这个动念是凡夫都是贪嗔痴慢疑。内有烦恼啊，贪嗔痴慢疑是烦恼啊。外有缘，缘是什么呢？色声香味触法。外面有这个东西，因缘一聚合了，就引起你的这个根尘相应的时候，人就生起贪嗔痴慢疑。那么贪嗔生起这个就造业了，起了贪心欢喜，不欢喜起嗔恚心，厌恶。这个念头一动，阿赖耶就有个种子。不要小看它，将来遇到缘可真有麻烦了。所以佛教我们要把这些因根缘要看破，知道它不是真的。你不知道它起作用，知道呢，知道它不起作用。不起作用就是它的缘断掉了，缘断掉就不能结果。我这里有个桃的种子，我不想要它长成桃树结果，我把它放在玻璃瓶里头。放100年，它也不会发芽。为什么？它没有缘。所以因不能断，断不了的。阿赖耶的种子刚才讲了，
它根本不是物质现象，你找不到它，找到它也没办法。啊，所以这个因很厉害，啊，但是缘呢，自己可以控制。啊，我们阿赖耶识里头，什么因都有。啊，那我们今天发个愿，我们要佛的这个因，让它成熟，跟它加增上缘。啊，那我们信佛，我们发愿往生，我们念阿弥陀佛，这就是给极乐世界这个因呢，把它补缘，给它补足。那么将来起作用，就是极乐世界现前，啊，我们如愿以偿，往生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，就这么个道理。啊，如果亲情放不下的，啊，你比如说是这个祖父母。疼爱他的孙子，啊，时时刻刻放在心上。他要是不能舍弃，啊，非常疼爱，将来死了之后，啊，会变成他孙子的儿子，那就投胎去了，啊，或者变成他孙子的孙子，很多。啊，所以这个不能不放弃，这什么？这都是善缘，好人，没做什么坏事的，来生还到人道。啊，如果是恶缘的话，来生到畜生道，到恶鬼道，到地狱道，可麻烦可大了。啊，三恶道进去很容易，出来很难。啊，出来之后，你看《地藏经》上讲得很清楚。啊，还有。恶道的习气，啊，特别是鬼道跟地狱道还有习气，啊，那就常常造恶业，所以死了之后又回去了，啊，地狱里面出来，真难得了，啊，人间寿命不长啊，几十年之后在地狱才一天不到，啊，这个人又回到地狱了。所以地狱小鬼看到摇头啊，你怎么出去没酒又来了啊，地狱的一天过去，李老师在大专佛学讲座讲六道轮回啊，他告诉我们，地狱一天呢是人间1700年，啊，你就想想看，所以地狱小鬼看到地狱众生罪受满了，啊，好像监狱里面徒刑一样，刑期满了，放你出去，出去一会儿打个转，他又来了，真是这个样子。习气很难断了，啊，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要勇猛精进，决定不能含糊，啊，一定要在这一生当中成就，啊，那就是跟极乐世界的缘，一天要比一天加深，啊，世间的缘。一天一天淡薄，啊，在这个时间我们要表法，啊，表什么呢？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给人做个好榜样，这就是威仪有责，啊，断恶修善都不要着相，
这个不着相，我们用一句俗话来说，大家容易点懂，就是不要放在心上。啊，断恶不要放在心上，修善也不要放在心上，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，这就对了。这才叫真正修净业。啊，断恶修善放在心上，麻烦了。啊，恶永远断不干净，你得有念头。啊，那善修的时候，将来一定三善道，受果报，出不了六道轮回。纵然得人身升天了，不容易遇到佛法。啊，往生成佛的机缘很难遇到的。啊，所以遇到啊要珍惜。